第二乘第四十，我哋睇经文。佛告慈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义智，不可清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论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又信聚福，收集善本，愿生其国。咁呢个系第一类嘅，呢啲地方我哋要留意。世尊喺呢一段嘅开示里边，主要嘅系提醒我哋，往生最好唔好生喺边地，生喺边地见佛闻法要耽误500年咁长嘅时间。虽然话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嘅呢个寿命之中，500岁的确系非常嘅短暂。但是我们想想，如果在这个世间要落后500年，我们一定会觉察到有好多好多这个后面的同修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超过我们前面太多太多。我们虽生西方，落在他们的后面必定是这个状况。所以佛在这里很慈悲地提醒我们，这第一段里面是不能够了解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在这个地方起了疑惑，疑惑心。虽然疑惑，他还是修诸功德，愿生彼国。这两句很重要。他虽然疑惑，他为什么还往生呢？可见得他修行的确没有落在人后。这个里面修诸功德最重要的就是信愿持名，那是功德了。信愿持名是功德，所以他能生西方净土。为什么不能入品呢？这个品就是九品。为什么不能入品？是因为他不了佛智，这一句是总说。哪些佛智呢？下面跟我们讲了四种。佛智是总说，不思议智，佛有不可思议的智慧。古大德将这一段经文配在四字里面为我们说明，那我们就很容易懂得了。法相唯识里面讲的四字，这个四字是成所作字、妙观察字、平等性智、大圆镜智。我们
亦称佢作四智菩提。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这个四种觉悟。四智菩提是对迷情的凡夫而说的，因为凡夫迷失了自性，将自性转变成白色，所以白色不是觉悟，白色是迷惑自由啊。觉悟呢，就将白色转变为四字。所以教下又讲，修行贵在转识成智。这一句话确实讲得没错。修行，修行的成就是什么？就是转识成智，转白色成四智啊。这些说话讲得是没错，但是要真正会转啊，的确相当不容易。大佛顶首楞严经在中国佛教界里面是好负盛名的，几乎冇人不知道这部经典。自古至今的注解一百几种，可见得大家对这部经的喜爱，这么多人注解，其中权威的注解亦就是大家公认的注得好的至少有十几种，明朝末年高光大师，他和莲池大师是同时代的。高光大师亦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我们在这个他的楞严经注解叫正默疏罪文里边，他写他注经的因缘，他是往生的时候到了，亦就是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忽然间想起来，他说楞严经自古以来虽然有很多注解，并没有将佛的意思讲清楚，都在那里猜测摸索，他要发心为楞严经作个注解，向阿弥陀佛请假，阿弥陀佛你接引他，他向阿弥陀佛请假，我将这个经注好以后再往生。阿弥陀佛就点点头同意了，就走了，他的病就好了，好了以后就注这一部作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咁佢呢个注子同古注唔同，见解确实唔一样。古注多半系配合天台家嘅三子三观，向呢个方向嚟解释楞严。而高光大师嘅见解系脱离咗天台，完全就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意趣来解经，解释这个奢摩他三摩禅那。他们古人将这三种配合在天台家的三子三观，
当然其中最重要嘅就系佢提倡嘅舍息用根，因为古著都冇离开八食，佢嘅睇法系《楞严》里边所讲嘅呢个奢摩他三摩禅那系离开八色，决定唔用八色五十一心所。呢、这个说法高明，的确同古大德嘅睇法唔一样。嗰、那个解释冇错，但系几个人能够舍色用根呢？这个根，根中之性。譬如讲眼根，我哋这个见色是用眼色见色啊，色是分别。第六意识分别，我哋见到呢啲是花，嗰啲是叶，呢啲是红的，嗰啲是黄的，分别啊。这个分别呢是第六意识，意识在起作用，不单止分别，而且执着，执着在第七识，还要深深的落下印象，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印象就是第八识。那教光大师讲，这个《楞严经》里面收这个奢摩他三摩禅那不用色，用根中之性，亦就是讲眼见色呢要用见性见，意闻声呢要用闻性闻，不用六色，用六根当中的根性，性是真心，是本性。那会用性的人就是明心见性，那见性就成佛了，确实符合佛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教义。这个义趣他解释得没错，但是很难。如果是依照经典里面的解释，经文亦长，亦很难懂，很难体会。曾经有些同修问我，他说用最简单的说话来讲，什么叫色，什么叫根，什么叫舍色用根，这个问得很好啊。最简单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从色的作用上去区别，第六色的作用是分别，第七末那的作用是执着，阿赖耶的作用是含藏。阿赖耶好像货仓一样，叫藏色，仓库一样，所有一切五尘落借影子通通都含藏在这个地方，仓库啊。所以我们讲它的作用是记忆，你为什么会记得呢？因为你藏在阿赖耶识里面。怎样舍色用根呢？实在讲舍色咁起作用就係根，不必再去想乜嘢叫根，唔好去想呢啲，想呢啲又落喺意识里面。古德所谓嘅只要将妄离开，唔好求真，离开妄自然就係真㗎喇，你再求真又变成妄啦，你有个求嘅心
那些就是妄心，就不是真心。只要将妄舍弃，只要将色舍弃，你所起的作用当然是自性嘛。咁我哋见识要点样见法？冇分别，冇分别亦睇得好清楚。唔系讲冇分别就睇唔清楚啦。好似镜一样，你睇镜照外边，唔系照得清清楚楚咩？佢有冇分别呢？佢冇分别。我哋用心要似镜一样。见色不分别色相，色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分别心，亦唔好执着。冇分别、冇执着，同各位讲，你所见嘅呢个色相，一切色相决定系平等嘅。点解不平等呢？因为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佢就不平等啦。离开分别执着平等的决定不落印象，这个太难太难了。不落印象不用阿赖耶识，不执着不用曼那识，不分别不用第七识，不用第六识，那叫舍识啊。舍色之后的作用，我们眼见色是见性见，意闻声闻性闻，这些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这样的境界，这个是粗说略说，我们能够体会一些这个意思。深说广说，咁就不可思议啦。所以呢度再加上不思议字，呢个不思议就系成所作字，成所作字系前五识，佢能够成就一切佛法。佛法是觉悟之法，各位要记住，佛是觉悟的意思，说法法就是觉悟之法，说法学是觉悟之学，要懂这个。在一切境界当中都能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正而不染。佛与大菩萨在九法界、在六道，特别在三途里面度化一切众生，他自己不迷，换句话说，他自己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个是不迷、不邪、不染啊，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众生的业障习气再重，他都有善巧方便帮助众生。这个开悟不是一日开的，不是两日开的，业障重的人要多生多劫啊！我们前面经文里面读过，能够念佛发愿求生净土的人，我们原来不知道，哎呀，以为这个人叫他念佛他就念佛了，都几听话的，不知道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这些我们不知道，这么深厚的善根不现前，所以他听了
佢只能够接受，佢至欢喜，唔系容易嘅事情。我哋睇凡夫只睇呢一段，冇睇到后边啊，冇睇到前边啊。佛与大菩萨将呢个人过去生中事情睇得太清楚啦，睇得太明白啦，所以佢知道呢、这个人善根成熟，真嘅系唔容易，太难得，太难得啦。咁长嘅时间当中，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冇一次舍弃过我哋。换句说话讲，生生世世、时时刻刻喺度照顾我哋，喺度帮助我哋。呢一生呢、这个缘圆满成熟咗，我哋居然发心求生净土，信愿持名，呢啲真嘅系不可思议嘅智慧，呢啲系成所作智。释迦牟尼佛唔同我哋讲，我哋点会知道？所以一啲人对呢个怀疑，亦难怪嘅，确实是令人怀疑的。第二个是不可轻视，轻是轻扬，包括了赞叹，没办法轻赞。这个是讲妙观察智，观是佛门里面修行的一个重要原则。法门里面可以说流通最普遍的是《般若心经》，流通最普遍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没有一个人没有念过的《般若心经》。般若心经第一个字观，你能够观呢，咁你就自在啦。你唔会观呢，咁你当然就不自在啦。观系乜嘢呢？就正话讲嘅，不用第六色，不用第七色，不用第八色，咁叫观。如果用心意识呢，咁就唔叫观，叫情。所以你见叫情见，你呢个见解里面带住感情，我哋叫感情，佛法叫迷情啊。凡系情都系迷啊，都唔系智慧啊。情系迷，唔系好嘢啊。情见就是迷惑颠倒，观呢是理性的、理智的，离开心意识，不用心意识，这个叫观。观智能够看到事实真相，有了情在里面就见不到事实真相。为什么？就产生偏见，偏见偏爱，事实真相就见不到了。我们俗语时常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就是对他自己没有利害关系，他看得就很清楚，那个当局的对他有利害得失的关系，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就将他的智慧蒙蔽了。他观察一件事情，他先从自己利害得失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讲这个主观而非客观。那这个是不可轻视，就是妙观察智，转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不分别，无分别，那个观察就妙了，大乘广智啊。这一句就是
轉換那成平等性質。平等就廣，我哋世間人智慧好細，原因喺邊度呢？因為自己嘅心不平等，本來係平等嘅，本來呢個心量無量無邊，依家呢個心量變得好細，自私自利，同乜嘢人都畫界線，畫咗好多界線，就好似個殘一樣作簡自薄。本來係海闊天空嘅，自己一定要作個簡，將自己困喺裏面。你話啦，呢個幾苦呢？呢個就係執着啊，法執我執，離開一切執着，平等心就現前啦。平等心廣大無有邊際啊，無等無論，等係無同佢平等嘅，論係無同佢同類嘅。呢啲係講到極處啦，最上殊勝嘅智慧，呢個係大圓鏡智。大圓鏡係比喻廣大圓滿，好似一面鏡一樣，盡虛空遍法界，過去、現在、未來都照喺其中，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個五種智都是我們真心本性，末後這一句是真心本性之體，前面這個四句都是講的作用，所講的作用。於此諸智，這個就是指佛這個五種不思議的智慧。他有懷疑，那對於這些佛的智慧生懷疑，我們要能夠體諒，真正斷疑生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反而这些老实念佛的人不怀疑。哪些人怀疑呢？研究教的人怀疑，讲经说法的法师怀疑。为什么呢？他读的经太多了，他佛法了解得太多了，再想想，佛真的有这么大的智慧吗？可能这些是赞叹佛的，不是真的。好像我们平时时常说，佛万德万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是宗教家赞叹上帝的说话。我们赞叹佛也这样赞叹，从前这个老百姓赞叹皇帝万岁万万岁，哪一个皇帝活到万岁呢？做皇帝的人亦好笨啊，你看当住面打望月，他不制止还笑笑还接收，是吧？当面呃他万岁万万岁是假的嘛，不是真的了嘛。因此教下里面就有好多的法师，大法师老法师都有，你要向他请教佛的智慧是不是圆满的，他亦会说佛的确是大智慧，但是亦不是真正的圆满。他就怀疑，为什么呢？
佛亦有所不能啊。咁佛嘅智慧就不圆满啊。其实佛嘅智慧系圆满嘅，佛冇不能嘅。我哋睇到好似仲有咁多众生不能得到，嗰啲唔系佛冇能力度，唔系佛冇智慧度，唔系佛冇方法度，而系众生唔接受佢度，呢、这个就冇话字啦。所以佛讲得好好，佛不度无缘之人。乜嘢叫无缘呢？唔肯接受。我想帮你嘅忙，确实有能力帮你，你唔愿意，唔接受，咁就冇法子啦。要明白呢个事实真相，唔系佛嘅智慧有问题，佛嘅能力有问题。特别啦，我哋读咗呢一部经之后，呢、这个疑问可以讲彻底解决咗。我哋过去初学佛嘅时候，就打个妄想，假如呢个人做咗五逆十恶极重嘅罪业，立刻就要堕到地狱，佛有冇能力叫佢马上成佛？如果能够叫佢马上成佛，咁我承认冇说话讲，佛嘅智慧圆满，佛嘅能力系圆满嘅，真嘅系万德万能。如果佛不能叫呢个人立刻成佛，佛嘅智慧不圆满。我哋喺呢个经上睇到，确确实实五逆十恶嘅众生，临终悔过，一念十念就能往生，不退成佛。这个答案在这个经上，我们只了解佛的智慧确实是圆满的，我们对他怀疑造成自己的障碍。这一类的人虽然对佛的智慧怀疑，但是他还是愿意求生，所以他有坚定的愿望求生净土。他亦念佛，他亦修善，他亦积德，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当然临命终时，佛还是来接引他，佛不来接引他，西方在哪里他怎么知道啊？佛还是来接引他，接引他，他就留在边地了。实际上这个边地花城都是比喻，接引他还是莲花化生，但是在莲花里面呢，见不到佛，听不到佛说法。前面讲过，莲花里面很快乐，就好像在夜摩天宫一样，等到他什么时候觉悟了，啊，我错了，我不应该怀疑佛的智慧，他有这个念头起来，他就入品了，就见佛闻法，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所以他对于佛这些智慧疑惑不信，又信聚福，他对于因果报应往生的这些道理殊胜的功德利益，他相信，所以他收集善本，原生其国。这个地方讲的善本就是念佛，念佛至善，超越世出世间一切的善法，无比这个更善啊。这个各位要知道啊，五念佛真正是经常所讲的可怜问者。为什么五念佛呢？他的善根未成熟，所以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亦不能接受。他不肯念，总是跟他讲以后他回头肯念了，这个亦很难得啊。这是为什么一回事情呢？他的善根未成熟，差那么一点，外面有好的增上缘帮助他，他就将那些跟他补起来，他就成熟了。
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所以善有善缘就是好的念佛的环境，念佛的同修，他能够时常接触受他的熏陶，逐渐逐渐他亦明白了，亦回头了。这个是真正的善知识。那这个讲第一类生边地的这个原因，福佑众生积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于智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如无所专据，现由逐念不绝，结其善愿为本，逐得往生。咁呢个系第二类嘅人，第二类生到边地嘅人，咁呢一类嘅人呢，对于佛嘅智慧冇问题，佢能够相信，佢能够呢、这个系佢知道积集善根，希求佛智。咁呢个地方讲嘅普遍智、无等智，普遍智就系妙观察智、性所作智。性所作智，无等智就是平等性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是大圆镜智，对于佛的不思议的智慧他没问题，他不怀疑，怀疑自己做的业障太重，做的罪业太深，杀盗淫妄，做了不少这个坏事情，好像我这种坏人能够往生吗？对这个忧虑，虽然遇到善有善知识劝导无关系，只要能够忏悔往生，还是能够得生。他是半信半疑，听说佛这么慈悲，好，我就念，我决定求愿往生，但是对于自己总是疑情未断，未能够断得干干净净的，总以为自己这个业障好重，罪业太深了，所以讲于智善根不能生信。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清净佛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意志犹如无所专据，这两句话我们不能够依文解义，依文解义那些就是变成严重的障碍，根本就不能往生。而这种现象是非常的轻微，如果重啊，他不能往生。只有轻微的状况之下，他底下现有逐念不绝，他佛号不中断，他求生的意愿有啊，佛号没有中断，那由此可知他对于自己这个信心确实是有，没有一般求愿往生那么专、那么强烈、那么坚定，他没有，比那些人要差一等，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亦能往生，逐得往生，他亦能往生。那这个是说明这两种人，
两类。这两类里面，当然里面轻重广合范围是非常的深广。咁由此可知，呢、这个念佛法门一定要深信不疑。你深信里边一定要包括对佛嘅智慧要深信，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智慧的建立，佛智所见的，是佛不思而智所立的。是不可稱智所成就的，是大成廣智所感應的，是無等無論最上聖智所化現的。化現經常講为心所现，是从这个心现出来的，亦就是说大圆镜智里面现出西方极乐世界。那由此可知，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是阿弥陀佛五种智的成就。我们对于这个深信不疑，必须明了佛智，一直到圣智里头五种智慧，那才叫真信，能够生到西方世界见佛闻法。那从第二类的这些人，我们就明了我们一定要相信自性本具一切智慧，凡性一如本来成佛。这些是佛在大乘经上时常为我们开示的，我们不可以自卑，不可以自暴自弃，虽然造作好多的罪业，为什么会造作，是因为迷而不觉，自犯的错误。那一回过头来觉悟了，那就叫真忏悔。什么叫忏悔？忏悔是真正觉悟。觉悟乜嘢？觉悟咗凡性一如，觉悟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呢、这个非常重要。你哋系将我哋嘅心转过嚟，念头转过嚟，咁由此可知，一定要有决定的智慧，才能有坚定的信心，然后至决定往生啊。这是我们从这两段当中得到的教训。我们再看经文，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受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
这个是往生的时候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生到极乐世界无见到佛，好像到那个地方就终止了。道指佛过界边，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边界？讲老实说话，没有边界。七宝池中莲花化生，不过在莲花里面花亦没有开，花里头亦没有佛，那个边界是比喻边界而成胎生，通通是比喻，不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另外还有一个边地，没有的，那些就不是平等法界了。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所以这些通通是比喻。这个七宝城中亦是比喻，城混在里面不能出去，表示不自由，通通是比喻。佛不使意，身行所作，心智趣向，这个说话讲出来了。那是不是阿弥陀佛故意惩罚的呢？不是的，佛心平等的，这个不是佛的障碍，是他自己心智趣向，就是他心里面还有那些疑惑变成障碍。那我们才明白世尊在大乘经上时常讲，意为菩萨最大的障碍。我们在经常听讲这个说法，不知道这个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障碍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这里看到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障碍你不能见佛闻法啊，这个就知道这个疑确确实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是根本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之一，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亦有保持莲花，他亦在保持莲花，自然受身，他是化身，自然受身，并不是胎身，还是莲花化身。饮食快乐如都离天，前面讲夜摩天，这个地方讲都离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他没有办法离开他的范围，不像九品往生，虽然在莲花当中得佛力的加持，他可以随意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他不得，他不能出去。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他居住的宫殿在地面上不能够浮在空中，不能升到空中，不能随意大细，想住的地方大他就大，想细一点他就细，他不能随意大细，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就是在空中。于五百岁
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他的烦恼就是这个，将他比作胎生，比作边地。边地是什么？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是这个意思。虽然他亦在七宝池中，亦是莲花化生，但是莲花里面不能见佛闻法。这个就是他自己这个意情没有断尽产生的障碍。咁由此可知，我哋今日念佛楞严经常讲得好清楚，大势至菩萨讲嘅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系现在，现在我哋几个人见到佛啦。你点解不见佛？你谂谂呢两种疑惑有冇啊？如果有啊，不见佛呢、这个唔奇怪，我有障碍嘛。假如呢两种障碍确实冇啦，现前仍能见佛，有感应，好似过去我哋读呢个传记。庐山圆公大师，他老人家在一生当中曾经见过三次西方极乐世界。他为什么见得到，人家为什么见不到？他没有疑，没有障碍，这些感应道交。虽然见过三次，从来冇同任何一个人讲过，你就想佢嘅心几清净。讲老实说话，我哋今日不能见佛，一见佛嘅时候心就发狂，一定四围讲：我见到佛啦，我见到佛啦！你嘅清净心就冇啦。哎呀，所以阿弥陀佛非常清楚。知道我哋嘅程度唔够，受都受唔住，所以佛呢亦就唔现身俾我哋睇啦。好似圆公咁样嘅人呢，佛示现咗三次，你睇如如不动，心底依然系清净嘅，不染。这个有资格接受佛的感应，我们今天没有资格的。不是佛不慈悲，是不能怪佛，怪自己。我们的疑无断，我们的心很脆弱，经不起境界的考验，是这样一个原因。那愿公到往生的时候，临走的时候才跟大家讲，临走的时候西方境界又现前，他说愿成熟了，我要往生了。这个境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才讲出来，临走的时候才讲出来。所以这个见佛闻法，这个是无比的殊胜。不见佛不闻法，就是边地，就是胎生，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不要去想极乐世界还有个边地到底在哪里呢，那你的疑问就更大了，恐怕去都去不到了，你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人智慧不明，知经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于彼为之胎生。这个好啊，释迦牟尼佛这个解释不是真的胎生啊，
是比喻，胎生是比喻，就是假名胎生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个人智慧不明，就是因为他有疑惑，这个疑情的确是很薄弱，不是很严重，严重不能往生，他能往生而耽误一段时间不能见佛，他这个疑情是很轻微的，这些就是讲他智慧不明，知经复少，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咁好似我哋依家念一部经，甚至有好多呢个老太婆一生只念一句阿弥陀佛，经都唔识念，佢亦能往生。咁佢系咪都生到边地异城去呢？不见得。有好多呢个老太婆往生，睡相非常好，预知时至，企住走、坐住走嘅都有。佢点会喺异城呢？所以呢个知经复少。少是乜嘢？少是讲嘅理解太少，系呢个意思，就系理解嘅理解得太少，你知道得好浅薄，唔够深度，唔够深广，意思喺呢个地方，你对于经义要有深广嘅。理解你的疑才会断。我们讲经听经容易在哪里呢？就是将道理讲清楚，事实真相讲清楚，修行的方法讲清楚，净土的境界讲清楚，都清楚了就断疑生信了，目的就在这里，真正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这个经听不听没关系，不重要啊，重要是老实念佛，这才是重要的，所有一切经这个我没有听的，到了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再听都未迟啊。有疑，那个疑要断了它。这个经的力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些是佛在金刚经上讲的。果然信心清净，这个经就不要了。金刚经上有比喻，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了，当你信心清净的时候，这个经就可以舍弃了，一心专念决定得生，这个法门几时成？几难得啦，的确是简单、容易、稳当、快速，边使咁麻烦？呢啲殊胜嘅地方，就是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嘅道理。佛佛道同，佛佛都平等的，点解称阿弥陀佛佛中之王？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方法太巧妙了。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假设有众生明了深信不疑，佛智乃至圣智，就是前面讲的佛的五种智慧，深信不疑，
点解我哋对佛嘅智慧怀疑会产生咁大嘅阻力？呢里头有一个道理，我哋要知道呢五种智慧就是我哋自性本具嘅智慧。你唔相信佛嘅呢个智慧，就是唔相信自性当中有呢个智慧。呢个障碍力量太大。生佛不易，凡性一如啊。真正的道理在这里，所以佛讲得很清楚，佛不是讲，不是佛愿意要这样做法，亦不是佛有意思这样做，自自然然成了一种障碍。所以牛奕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讲信缘行，他将信讲出六种，第一个就是信智，第二信他，这个意思我们要明了。念佛成佛要有决定的自信心，我念佛能成佛，我相信阿弥陀佛，相信释迦牟尼佛，是相信他们提供我们这些方法决定帮助我成佛。这个信他智是主啊，他是帮助啊。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佛帮不上忙。你自己有一分信心，佛帮一分忙。你有十分信心，帮十分忙。这个人他有九分信心缺一分，所以佛亦只能够帮九分忙，过一分还给他自己来，是这样的道理。断除疑惑，前面是明信佛智乃至圣智，就是相信自己。断除疑惑是相信佛力，相信佛的智慧。信己善根，作诸功德，自心回向，要相信自己的善根。特别是佛在本经里面跟我们所讲的，我们对于净宗，对于阿弥陀佛，对于无量寿经，深信不疑，那就是经常所讲的无量劫来你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善根成熟了。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善根，某这么深厚的善根接触到这个无上法门，第一法门你不可能不怀疑。所以一个真正不怀疑的，确实善根成熟了。作诸功德，这个时候作功德绝对不要人劝你，不要人鼓励，决定是自动自发，难都难不住啊。作什么功德呢？断一切恶，受一切善。在修善当中决定是全心全力将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大众，作这个功德啊。自心回向，自心是真心啊，没有一些虚假啊，真心一
一丝毫的微善到庄严佛净土。点庄严法呢？大家要知道，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佛净土啊。我们劝一个人改过向善，咁就係庄严佛净土啊。我哋劝一个人长斋念佛，咁就係庄严佛净土啊。呢个社会上多一个好人，多一个不作恶嘅人，多一个念佛人，念佛係最善嘅人，庄严呢个社会，庄严呢个国家，庄严呢个世界，就係庄严佛净土啊。所以一个人回头，一个人断恶向善，会影响一家，一家人受感动，一家人行善会影响他的亲戚朋友，他的邻里乡党，那就影响社会。这些就是佛在前面教给我们要将佛教育推广，佛所行处是令我们推广佛陀的教学，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就是自心回向，皆于七宝化众自然化生，家夫而坐，虽如之敬，身上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这个是讲九品往生的，没有疑惑的，没有疑惑。这个相信自己善根，作诸功德，自心回向，这样去往生的。九品往生的，通通都是莲花化生。那经文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莲花化生。虽如之敬是讲那个速度之快，我们时常讲一刹那一念之间，就是这个意思。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身上，他的光明、智慧、功德，就同那些大菩萨没有两样。因为弥陀世尊他宏愿里面讲，生到西方净土都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七地以上，生到那个地方都是七地以上的菩萨。这个是讲佛愿力加持的，不是自分。经常讲的菩萨声闻天人，那些是讲我们自己的功夫有差别，佛力一加持是一样的，你决定分不出来，冇差别。我哋呢个地方讲老实说话，因为我哋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世尊随住我哋嘅分别妄想讲，有菩萨、有声闻、有天人，你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大家连呢个念头都冇。点解会冇呢个念头呢？平等法界，平等世界，决定没有这个念头。所以那边的人他这个观念跟我们不相同，我们都落在意识里头，心意识作主啊。人家那边不用心意识，
全系同如来果地上四字菩提相应，唔容心而成。未勒当智，彼化生者智慧胜故，佢有智慧，佢冇分别，冇执着，冇怀疑，呢、这个就系智慧胜。智慧同聪明唔一样，唔可以将世间呢啲聪明当作智慧，嗰、那个我哋叫世智辩聪。佢唔系智慧，呢啲系智慧，智慧胜故。所以嗰啲老太婆唔识字嘅，经常冇听过，问佢乜嘢都唔识唔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智慧啊，大智慧啊！哎呀，我哋呢啲讲经说法嘅，好似世出世间法一样，冇智慧啊？点解唔相信啊？唔肯老实念佛啊！所以呢个智慧同聪明唔一样，咁至叫真正智慧。所以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色。呢个法系讲修学，唔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嘅修学，菩萨日常生活。怎样修行？不得收集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受佛。因为他不见佛，不闻法，亦见不到这些海会大众，只是在那里莲花里面去享乐，享这个清净之乐。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这个将他这个原因为我们讲出来，是他过去就是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如果说我们在印度，我们有这个疑惑，或者是疑佛，或者是疑自己，怀疑自己，都造成这样的障碍。那下面呢还继续来解释这一段还未讲完的一些意思，必须要加以解释。那这个五百岁到底是不是一定需要五百岁？这五百岁到底是我们世间五百岁，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五百岁呢？这些都是一些疑问。惑尽见佛，惑就是迷惑，就是那个疑，而要断尽啦，佢就见佛啦，就闻法啦，海会大众佢都见到啦。譬如转轮圣王，我哋睇到嗰个经文，佢正好系接住前边嘅。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以殿，宝帐金床，兰窗塔座，描饰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系其两足，诸小王子宁落此否？这个生活他快不快乐呢？用这个比喻，比如那些生在这个边地的这一类往生的人，前面讲两种往生的人，用这个来比喻。转轮圣王，依家我哋呢个世间无，佛经上讲过，人寿两万岁嘅时候，转轮圣王出现喺世间，
人的寿命长就是福报大了。人心纯善，好少作恶，寿命就长。这个的确符合佛在经上事上讲的。我们人的福报、智慧、寿命都是有因果的。寿命为什么长？寿命为什么会短？长短是果啊，千变有因。这个杀害众生啊，食众生肉啊，寿命不应该很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不是长寿之因啊。所以佛讲财布施，这个是因，得财富是果报，法布施是因。今天大家印经布施，这个是法布施啊，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是因，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咁由此可知，人寿两万岁，人心地一定非常慈悲，对一切动物都会爱护，唔单止对动物爱护，对植物都爱护。佢有呢个爱心，佢得嘅寿命就长啦。所以话点样嘅因得点样嘅果，世出世间总不外因果嘅定律。有啲人发财啦，你睇我好本事啊，我就好多好多钱。我哋听咗，你本事乜嘢啊？咁我点解赚咁多钱呢？你前生修嘅财布施，你一生得嘅果报啊，比你聪明能干嘅人多，比你机会好嘅人多，人哋点解唔发财呢？前生冇修啊。一饮一酿，莫非前定。一丝毫都不能够勉强。佛将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讲得太清楚太明白了。我们细心去想想佛的说话好有道理。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可以相信里面还有一点疑惑。你哋叫初学，真正明白啦，决定相信，一丝毫都不怀疑，冇疑惑啦。转轮王唔喺我哋世间，转轮王喺边度呢？可能我哋呢个太虚空当中有其他嘅星球，寿命好长，人嘅福报好大，转轮王住喺嗰个地方。但是转轮王亦事上去巡视巡视佢管辖嘅地区。所以我嗰个时候时常想，常常有咩外太空不明嘅飞行物体，乜嘢飞碟啊，大概就係转轮王嚟视察。如果唔係转轮王自己嚟视察，一定係派佢嘅代表嚟呢度视察嚟睇睇。因为轮王点解称轮王呢？佢嗰个交通工具好似一个轮，圆形嘅，速度非常快。佛在经常讲，这个一日一夜，佢能够巡视这个四大部洲。这四大部洲，如果是照王老居士的说话，就是一个银河系。佢能在24小时能够将银河系环绕一周都看得清楚。那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飞碟，那个是圆圆的，那个就是轮王的交通工具啊。他的交通工具，所以这个很可能转轮圣王不是他来，就是派使节来看看你们这里所有星球都是他管辖的，
都喺佢嘅范围之内，呢个轮宝，呢个比喻佢有七宝嘅监牢狱。乜嘢人犯罪呢？王子犯罪啦。呢个念佛嘅人系阿弥陀佛嘅弟子啊。呢个系阿弥陀佛嘅弟子犯咗过失啦，要将佢运喺监牢狱里边。呢个系比喻，唔系真嘅，禁闭其中。咁呢个宝狱里边一切嘅享受，同喺皇宫里头冇两样，就比喻呢个边地而成里边嘅享受，就好似都离天宫，好似夜魔天宫嘅享受一样。呢个系用呢个比喻。飲食起居都一样。而意金锁，呢个黄金咁可见得唔系平时嘅手镣脚铐，黄金做嘅手镣脚铐，将你运起嚟，你舒唔舒服呢？自唔自在呢？用呢个比喻同呢个弥勒菩萨讲。痴是白言，否也，世尊。彼忧执时，心不自在。弥勒菩萨就讲啦，佢话佢一定唔会快乐。点解呢？佢被幽禁嘅时候，何况呢个手足仲带咗刑具，佢点会自在？佢点会快乐？坐监啊！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嚟，困喺监狱里边，呢啲小王一定亦系念念当中想乜嘢方法赶快出狱，一定系呢个念头啊！点会喺监狱里头享福呢？唔可能嘅事情，唔可能嘅事情。求诸近神，终不从心。求呢啲大神帮忙，呢个大神心有余而力不足，冇办法帮助你啊！论王欢喜，方得解脱。专论圣王，咁高兴啦，好将佢放出嚟啦，咁至得啊！轮王如果唔答应，底下嗰啲大臣作不了主，作不了主。咁呢个地方将轮王比作边个呢？轮王比作你嘅清净心，你嘅心里边真嘅觉悟啦，回头啦，欲或天除天尽啦，你就见佛闻法。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堕落在异城里面的这些人，就好像前面比喻所讲的一样，若有堕于而悔，希求佛智，智广大智，于智善根，不能生信。又问佛名，喜顺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这个就是好比王子被囚禁在宝狱之中一样，这个人堕于疑惑，他这个心里头有疑有悔，
悔是后悔，悔亦是烦恼啊。所以有些同修造作罪业，真正想求忏悔，你问我，他说法师，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忏悔我的罪过呢？我再问他，你是不是时常有后悔之心呢？他说有。我说那你惨了。他说为什么？你每后悔一次又做一次，你这个罪业哪一日能够忏悔得了？你们想想对不对？心里头想一次又做一次，我做了坏事了，对佛菩萨面前讲一遍又做一次，听日在佛菩萨面前又做一次，那弊不弊呢？这些哪里叫忏悔啊？佛菩萨没办法原谅你的，你不断在这做，那哪叫忏悔啊？所以根本不懂得忏悔的意义啊！忏悔是后不再做啊！你身是没有做了，心在这做，那怎么行啊？应该怎样忏悔法呢？老实念佛啊嘛，心里头通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乜嘢罪孽都冇啦，笑得干干净净。我讲佢半信半疑，咁有咩法子呢？咁就冇办法啦，咁冇法子啊。大家头脑要清楚，一定要想清楚，心里头只有佛，一片佛号，所以功夫成片，罪业消得干干净净，乜嘢都冇啦。所以佢人哋念佛往生咁殊胜，道理喺呢度。你做呢个罪业嘅时候，每一日向佛菩萨求忏悔，我做咗咩坏事，你又做一遍啊。听日再忏悔，又做一遍啊。你呢个罪业啊，永远做唔完噶，越做越深。阿赖耶识里面印象你睇越落越深，那个罪业边一日能够消除？好愿意求忏悔，不懂忏悔法，将日日做罪业当作忏悔，你话冤唔冤枉啊？所以呢啲人要知道嘅，呢个忏悔第一殊胜就系念佛。好少人知道，我过去读这个经，读无量读观无量寿经，慈云灌顶法师的注解，他在注里面就写得很好，他讲过这个事情，世间人做极重的罪业，所有一切经忏法都消灭不掉的，这个罪业念佛能消，能够将它消得干干净净，有道理，非常有道理，这些是我们要明了的。那它的好处就是还又问佛名，起信心故，听到净土法门的殊胜，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他还真念，还求愿往生，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于莲花中不得出现，这些就是堕在边地二城，就用这个来做比喻，他比处花胎，他在莲花里面又遇圆圆宫殿之上，好似佢喺呢个花园喺宫殿当中，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为恶。西方世界系净土，莲花里边系净土，决定冇污染，决定
冇罪罪孽嘅。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这个就是五百年当中，这个五百年是我们世间的五百年。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前面讲得很清楚，跟你讲的几多劫数几多时间，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讲法，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亦没有几多劫，这个成佛十劫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你就知道西方人真的清净，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年月日时是从分别执着里面建立的，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哪有年月日时？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不见三宝，不见阿弥陀佛，不见海会大众，海会大众是增补，不能够听佛说法这个法宝。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殊胜的活动，他没有办法参加，无法子参与。那这个就是他的苦处，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是随念，随着自己意念能够到达十方诸佛刹土，供佛闻法，亦帮助佛教化有缘的众生。这个是我们在无量寿经、在阿弥陀经里面都看到的，佛都跟我们讲过这些事情。远离一切殊胜善根，这个就是殊胜善根，就是指的见佛闻法、供佛闻法，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善根，他这个时候得不到。以此为苦，不生音乐，这个就比喻胎生，比喻的遍地是这样的意思。若此众生，指这些人，识其罪本，心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这个好比轮王欢喜啦，将它放了出来，比喻这个意思。那这一段就是讲的忏悔，知道自己的过失，毛病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个罪本是什么呢？就是怀疑，一个对佛智怀疑，一个是对自己的善根怀疑，心智悔责。这个心智悔责就是这个时候自一心一意念佛了，以清净心念佛，真诚心念佛，清净真诚里面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个时候他就见佛闻法了。九品大众的活动他都有份，他都 得到了，即得往毅无量受所。只要他一觉悟，他的过失就没有了。他就见到佛了，见到阿弥陀佛，听闻经法，久久
亦当开解欢喜。仲要听一段时期，点解呢？佢系啱啱觉悟过嚟，呢、这个领悟嘅能力仲唔高，仲系有啲障碍。咁佢必须要过一段时期，逐渐逐渐恢复到自己能力啦，得到佛力嘅加持。当然呢啲系好快嘅，唔需要好长久嘅时间，佢就能够欢喜，能够开解佛说法，懂得佛嘅意思，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就同嗰个九品往生嘅人一样，可以飞行变化分身到十方佛刹，供养诸佛，听闻佛法，修积功德。呢一啲全部是事实真相，佛不会欺骗我们，我们要相信佛句句话都是真实语。咁殊胜的处所，我们怎能不去呢？除非你是不知道，你如果真正知道有咁嘅一个地方，乜嘢力量都拦阻不了，决定要去。所以对西方世界了解清楚，对我哋呢个世界亦清楚，亦明白呢个世界假嘅。人与人之中嗰、那个爱情在心，记住虚情假意啊，边有真噶？你如果当真，你就可怜啦，你要吃尽苦头啦。所以知道假嘅唔系真嘅，点解呢？佢用嘅系假心，用嘅系心意识，心意识系妄心。佢唔系用嘅四字，四字系真心，所以世间人都系假心啊！佢用假心，我亦用假心，彼此都清楚，都明白，呢个日子就好过啦。唔好以为佢系真嘅，我系真嘅，咁苦死啦！嗰、那个叫迷惑颠倒，你果然觉悟啦，我用假心，佢又用假心，咁就明白啦。到西方极乐世界系真心啦，佛菩萨都系真心，我哋用嘅系真心，真心永远不变啊！假心早晚温度唔一样啊，都有差别啦、啊，都有差别噶，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自己唔可以蒙蔽自己，唔可以欺骗自己，这个非常重要。于阿日多，阿日多是弥勒菩萨的名字，次是是他的姓。咁有啲经常讲阿日多系佢嘅姓，次是系佢嘅名字，到底系边一个？但系都有根据，都有根据。呢、这个就系弥勒菩萨，叫住弥勒菩萨，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
无上智慧。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要紧紧的记住。疑惑为什么会造成大的损害，失去最大的利益，就是不想往生净土。他有疑惑，不想往生净土，那就是疑惑。如果没有疑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个菩萨不想求生净土。为什么呢？因为生净土见到阿弥陀佛，你自己修行和度化众生，得到圆满的增上缘。我想修行，阿弥陀佛帮助，这个太容易了。菩萨道上一帆风顺，所有一切障碍都没有了。教化众生，你的智慧神通善巧方便，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就同诸佛大菩萨教化众生无两样。哪一个菩萨不愿意生净土？哪一个菩萨不愿意见阿弥陀佛呢？只有对西方世界、对无量寿经怀疑的人，所以他的损害就太大太大了，失去了好大的利益了。所以佛在这里劝勉我们应当明信，可见得不是迷信啊，佛不叫我们迷信啊。为什么相信呢？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相信了。相信诸佛无上的智慧，当然你就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相信佛的智慧，就相信佛的愿力加持。佛的本愿加持现在就加持了。未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个信心一生就得到佛力加持了，就得到不可思议的威神。次是白言，弥勒菩萨就讲了，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弥勒菩萨当然是代我们问的，他哪有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世间有不少修善的，这个修善是指念佛，是指学佛，修学其他的法门，修学其他的宗派，不求生净土。是讲这一类的人，佛告次是，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意非乐不求生彼。佛将原因讲出来了，这一些修行人什么原因呢？智慧微浅，没有智慧。弥陀经常讲的，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他的善根少，福德少，虽然有缘遇到了，因为没有善根没有福德，
呢就系冇智慧。所以佢喺度打妄想，佢喺度分别执着，西方极乐世界比唔上天界。呢个天界系指边个天界？你哋各位同修一定好清楚，就系弥勒菩萨嗰个天界，系啊，兜率天啊！所以有唔少人要求生弥勒净土，你睇几多参禅嘅，佢哋嘅目标都系喺兜率天。是依非乐，这个乐就是不喜欢。不喜欢西方极乐世界，不喜欢往生净土，不求生彼。他们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痴是白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弥勒菩萨讲的是实话。点解呢？讲实实在在嘅，要想往生弥勒菩萨嘅兜率内院唔容易。太难啦。到不了内院仲要搞六道轮回。咁呢个损失就太大太大啦。生兜率内院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难得太多太多啦。弥勒菩萨嗰个地方水准好高啊。达唔到嗰个水准入唔到去啊！唔似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水准最低啦，每个人都有份。佢嗰个地方嘅水准好高，要修唯心识定。你冇呢个功夫，你点能到得了兜率天？讲老实话，我哋一般人、世间人修福。能生兜利天的人就不多，兜利天上品的十善业道啊，那个十善业道至少要打95分以上啊，生兜利天你就知道几难啊。那个夜魔天这个兜率天要修定，无定功到不了那个境界。内院功夫更高，外院是凡夫天，那个定功比内院差好多好多。内院是好高的禅定功夫，所以弥勒菩萨这几句说话讲得非常好，亦是一旁将我们打醒。这些是虚妄分别，不求佛刹。这个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免轮回？你怎能够免除六道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位，心将世乐人间福报，虽复受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欲中。这一段话讲得好清楚，好现实啦。我哋依家学佛嘅人，有唔少人就系咁样学佛嘅。
佢学佛修乜嘢？人天福报。佢所种嘅善根不能离相，深深嘅执着，日日喺度计算，我做咗几多功德，做咗几多好事，好似仲有一本子记住一样，生怕忘记。心障世乐，对世间嘅享受深深执着，贪图世间嘅享受啊，贪图人间嘅福报啊。虽然喺佛门里面修福，佢所求嘅系人天果，佢求呢、这个，求人间嘅富贵，当然会得到。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这个修因一定得果。得到果报的时候，在这一段期间当中，你修得多，你得的多。前面讲过，你财布施多，你这一生得财富就多。所以讲，富可敌国，咁佢嘅富有可以抵得一个国家，呢、这个确确实实嘅。依家呢个世间大富贵人，私人拥有嘅财产，美金达几十亿嘅有啊，前生收得多啊，呢一生得到嘅多。前生修的法布施多，这一生聪明智慧超过人家。前生修无为布施，这一生得健康长寿，这果报啊，但是都是人天一切丰足，这一切都满了你的愿望，受印得果，不是菩萨赐福啊，不是天神赐福啊，各位要知道，是你自己修自己得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菩萨怎样保佑？佛菩萨将这个道理跟我们说明，方法跟我们说明，那就是佛菩萨保佑我们。是这样一件事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是佛菩萨赐给的，我日日供养佛菩萨，日日拜他，日日香花水果供养佢，误会啦！以为我舍一得万步啊！我今日供养菩萨一万扣钱，听日就得一百万翻嚟啊！点不知你嗰个财系你过去生中收噶，唔系菩萨赐福俾你嘅，系咁嘅一个道理。所以佛门里面冇迷信啊。虽然一切丰足，你要记住，你冇超越三界，你冇脱离轮回，你嘅福报享尽啊，点好呢？呢啲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几家人得大福报嘅时候，仲肯继续修福。所以真正有大福报嘅人，反而修福修得少。佢有一百万嘅财产，攞一万扣钱嚟收福，都痛心啊，都好似割肉一样咁痛啊，唔肯收福啊，迷啦。纵然有收福，讲老实说话，因为佢冇智慧，冇呢个福德，错种咗福田，
冇种到真正嘅福田，俾人呃咗啦，以为喺度收风，俾人呃咗，假嘅福田啊！你睇《楞严经》上唔系讲咩？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假福田好似恒河沙咁多，真嘅福田好少，你点会认识啊？你种福种福，通通种到石头上去啦，种到沙土里边去，连路本都蚀埋，系咪啊？唔单止无福，仲惹咗一身嘅麻烦。呢个要知道啊，好唔容易遇到真正嘅福田啊，反而贫穷人容易遇到。贫穷人种嘅福，比嗰个大福德嘅人种嘅福多。佛门里面种福，唔系计钱财几多，系按比例嚟计嘅。你一个月只有一千扣嘅收入，你能够攞五百扣钱嚟做好事，你攞出你50%啊！这个比例几大啊？太大啦！你一个月收入十几万，你攞出10,000扣钱，是1%啦。人哋50%啊，将来得果报，佢呢个果报超过你，超过太多太多啦。你明白呢个道理，你就知道老天爷原来好公平噶。富人来生就贫啦，穷人来生就富啦。唔系富嘅永远富，贫嘅永远贫，好公平啊！尤其系嗰个讨饭嘅好贫穷，佢乞到一扣钱几毫子，佢全部都攞出嚟供佛啦，100%嘅供养，佢来生得嘅福报系圆满嘅，冇人能够比得上佢。点解？佢全部嘅财产都布施出嚟啦，边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佛弟经常讲的，不会有差错。